嗨，嗨，我现在要去参加我烘哥的婚礼，然后，屌，shut up， 然后就是，之后你们就可以，我就是往后面放一些婚礼的一些场景啊之类的，反正之后后面会再放。在影片上面，对，然后我现在穿的就是，我觉得我现在穿的很像阿妈，因为等一下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会放照片在上面，就这样。Hi. 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去我红哥的婚礼现场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就是光着脚丫在走路，因为我们不太喜欢穿高跟鞋，因为我朋友他是觉得。他穿高跟鞋很难走路，然后我是觉得穿高跟鞋很丑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才会穿。走，下面结婚。Thank you.
掉了。